每年十一月份的第四个星期四是美国独特的节日——感恩节。川普总统与家人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欢度感恩节。川普周三发推文说，将在佛罗里达的冬季的白宫处理国家大事、举行会议、接听电话。川普还列举了股市再创新高、企业工作归回归美国本土，以及军力日益强大等喜讯，再次将这些好消息归功于自己的当选。 川普总统入主白宫已经将近届满一年，我们今天邀请独立事实评论员薛海培先生来盘点一下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的喜与忧。欢迎薛海培先生。谢谢您。咱们先说说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方面的喜吧，所谓的成就。川普上任这十一个月以来，也做了一些，呃，刚刚结束了亚洲之行。对。那么之前呢，也做了一些国际旅行。 这个我个人还是觉得哈，就川普总统，大家一般的公认是他的外交政策比他的这个内政要稍微这个得分多一些。那么呃，目前来讲的话，确实很难看到这个川普的外交政策有具体的什么成效，因为他这个整个是外交政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可预测性，这个是太强了。 以至于我们几乎很难能够预料这个川普这个外交走向会继续怎么走下去。但是呢，过去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呢，呃，可以说我觉得最大的不是喜，而是幸运，就是说，在这个川普没有把这个美国外交传统完全拆掉，就是因为他在竞选过程中讲了一系列单边主义的政策，一系列就是说以美国优先，尤其是美国一种经济民族主义的优先的话，使得世界各国都非常担心，尤其是是美国的一些传统的。 同盟国家，但是呢，目前就说只能说还好，没出大事儿。嗯，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川普总统实际上在竞选的时候，包括他上任之初的时候，就是说他一再强调的就是刚才你所说的所谓的单边主义的呃东西，美国优先的政策等等。<对>刚才你提到就是说，并他并没有真正的上任以后，并没有按照他所一直这样要倡导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去走。你觉得他为什么改变了他？ 呃，竞选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叫做初衷吧。不过我也话说回来，我倒不觉得他完全改变了，我觉得是他做一些对现实的一些调整。那么这个川普他们这个这个团队自己号称自己的外交政策特点叫做是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但是我觉得呢，他这个可能更多的是应该叫自己是一种无原则的一种呃经呃一种。 民族主义这个外交走向，也就是说美国优先的外交走向，呃，所以说我这个问题，他是做了一些调整，但是没有说改变他竞选的。我在，我在觉得他倒是在很大程度上尽量在实现他的这个竞选的一些承诺。嗯，就再来最后说一下，他就是刚刚结束的这个亚洲之行，就是说，如果说呃，川普总统有任何的，就是说感觉到啊、呃、非常呃感到呃喜的那一个。 呃，比较洋洋得意的，或者是说，呃，或者叫做亮点的东西，你认为有吗？我认为他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加强了日本和韩国的同传统的同盟关系，那么第二个是跟中国这个关系大为改善，是他自己认为的，嗯、呃，他对自己的评价。但是我觉得在这两条上，嗯、前一条呢，这个呃，应该给给给予他一些应该有的这个这个，呃。 分儿吧，但是在在中国的问题上，我觉得他在对中国、对俄罗斯以这些呃，包括这次旅行呢，应该说是呃，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他在北京所做和所说的，所以几乎是超出任何外交的外交界的这个预测，呃，所以它也是一种很高的一种不可这个不可。 呃，预测性，而且加上有很多，的他把这个外交政策的这个利益关系，用一种个人关系来取代，嗯、呃，追求个人关系，这个也是很不稳定的一个外交走向、嗯。再来，再来说说川普总统在未来的这个剩剩余的这个执政时间，那么至少还有三年多的时间，那么外交方面的，假如说有优的话，刚才说了喜，也就是说他还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我觉得那个川普的外交未未来几年是有有起码有四到五大领域是对他都有足够的挑战，比如说在这个伊朗和北朝鲜问题上，呃，伊朗问题他已经把这奥巴马的政府这个这个跟伊朗签订的合约已经基本上给取消了，嗯，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在在反恐问题上，反恐问题上尽管最近，呃，有一系列的进展，但是反恐问题依然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反恐包括这个网络空间。 呃，在对待中国和俄罗斯的日益的强盛这个问题上，这个我们也看不出他除了有一种个人式的行为，呃，个人拉关系的行为以外，这个也解决不了这个这个美国和俄罗斯和中国的长期关系，啊、呃，这几个领域，呃，以及包括他想在经济领域里推广一种一种经济优先、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这个问题。 呃，目前来讲是他最成功的一条，也就是说，我们能看见的，他把这个美国参与的这个 TPP 退出来了。嗯嗯、那么同时呢，这个他也要求这个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至于能不能谈得成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说，我觉得呢，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以及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现在有很多的苗头感觉到他有可能把这个美国的在伊拉克和伊朗的这个从。 从奥巴马的撤出，现在又逐渐的小量的进行重新再一次的投入，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啊，嗯、都在未来三年里是是难以预测的结果。嗯，那么最近我也看到有一个人呃发表的呃文章，呃评论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说认为外、呃、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的一个主线就是 follow the money，跟着钱走。嗯、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一点，你你怎么看这种？ 评价，我觉得呃，跟着前走，稍微总结的呃粗俗了一点。我觉得可能应该说，是啊、呃，是一种更强的，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讲的这个过去共和党传统的这个这个执政理念，就是大政府与小政府，这一直是一个主要的执政理念。但其实大家现在用这个来去套川普是套不住的。其实川普，我个人感觉更多的是。 是一个公开的美国，这个是个开放的美国，还是一个关闭的美国？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上，就是他在外交政策是更多的是贸易保护主义，是经济民族主义，而不一定是完全是跟着钱走啊。嗯，我们再来说说川普总统在美国国内。 啊，所谓内政方面的喜，比如说他在这个感恩节的前夕，包括今天啊，他又发推特，就是都提到了一些，比如说经济的一些比较好的数字，股市的这个有史以来的这样的这个这个攀升，对，甚至提到军力的增长等等等等，他把这些呢都归咎于自从他当选以来，就是美国的这个内政这样的这些好消息都归他自己了，呃，是都是他领导领导有方。 啊哈，啊那你、呃、你,你怎么看、呃？我觉得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川普总统是比较喜欢这个，呃呃，把很多政绩都往自己身上抹的一个这么一个人。那么，呃，但这这里面难道没有一点他的？ 这个成绩吗？没有他的一点他的因素吗？如果这样讲吧，如果是根据他以以他这个竞选的承诺的内政的一些主要想达到的目标，以及按照美国传统的执总统上台执政的前一百天的蜜月期这两个标准的话，他这方面确实是没有太多发散可言。那么当然最，最最大的成就可能是上个礼拜刚刚通刚刚众院通过了这个减税法案，嗯，以及在国内这个引起了一系列的这个在。 在美国社会，比如说对待移民政策这一系列的文化价值、这个个人身份认同一系列的保守主义这个上涨，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一个，我觉得是一种最大的一种成就。啊、你你觉得他这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现在是众院刚刚通过的这个税改的这个法案，那么对于美国的整体经济？ 啊，呃，参参议院也可能也会通过，他们很快就会通过他们那个版本。最终，如果这个税改能够成功的话，给美国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美国的税改确实是十十分复杂的一个一个问题。但是我现在觉得呢，这个这个问题啊、呃，已经是两党都有自己的问题，两党都现在都是在迷信一些自己执着的一些经济政策，比如说。 共和了，共和党对减税能够增加这个增加基本的经济盘，以及用增长的这个大饼呢来这个生产这个产生的这个呃财务的这个收入的增加来弥补这个呃，减税的这个空档。嗯，这个现在已经是到了一种迷信的阶段了。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过去从从里根减税以来，这个每次减完税以后，这个政府的财政窟窿都很大。这一次，这个按照美国这个。 华盛顿最收最这个两党都认同了这个 CBO 这个国会的预算办公室的预算，如果按照现在众议院的这个版本推动的话，美国在未来十年里的经济漏洞是1.9个 t r i 是将近两万亿，是吧？嗯、这个这么大的个漏洞，你就算减税在短时间内对美国经济有一定的这个刺激效果，我相信现在的我们在股市上看呢，就是。 经济界对川普上台可能通过展示一种预预知的一种一种呃这种信心感，那么他短期内可能能带来经济增长，但这长期的那把这个政府财政搞了一塌糊涂，又要反下一次政府上台以后又会反过来要增加补税，是一个恶性的一种周期循环啊。嗯，那么我们还有差不多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就是川普总统在他的在国内方面。 这些忧虑、忧或者是挑战，呃，有哪些？我觉得他应该说他在国内政策方面最大的挑战，第一大挑战是二零一八年他很可能要失去对美国众院的多数党的控制，就是中国会中期选举的时候。国会中期选举很可能，很可能民主党会拿回中期，或者是没有拿回中期，但是只。 民共和党在众议院的这个微弱多数的掌控，也使得很多政策难以实施，这个是他应该说呢，他第一大需要担忧的一条。那么第二大担忧的当然就是二零二零年，呃，川普总统是否是否能够继续这个连任，这现在也是个巨大的问号。呃，这在这在他的这个对他人家对他的信心以及他如何。 这个安排自己的优先，这个执执政优先的一系列项目哈，这个会对他有很大的一个前置作用啊。 当然还有其他这个大家更关心的一些这个忧虑的事儿，比如说是不是通俄门会不会最后把它也弄进去啊？这些问题，我想我们在这里无法做很多预测。好的，今天时间的关系，海飞，我们就要谈到这里哈。谢谢。啊，非常感谢独立时事评论员薛海飞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